肚子饿会生气，因为你是蚂蚁嘛，爱吃甜的蚂蚁。蚂蚁可以。你全身上下，你觉得你哪里你最满意？啊，眼睫毛。眼睫毛，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。高长的，真的睫毛。我这是真毛。上下都真的。可以，我去帮你找找看。好，我等会儿。2000 years later. 右手边是我们的，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。我现在数到三哦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有认识吗？认识吗？不认识很好，可以好好认识一下。他专门在办 party 的，各种的 party。那他是放在 jungle 风格的，对对对，仰慕他很久了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很棒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45。更好，更好，更好，太好了！小眼睛哎，啊，小眼睛啊，他喜欢的是超级小眼睛，45岁以内的人都可以。天哪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你们要联交个联络方式。太刚好了，这真的是缘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母羊座的，哦，真的吗？母羊座，母羊座是很有个性，哦，真的，喜欢吃甜点，哦，真的吗？蚂蚁喜欢吃甜点，对啊，偶尔带他去吃甜点。我喜欢吃肉，肉可以啊，狮子座的，喜欢吃肉吗 ？OK， 好，壁咚壁咚，壁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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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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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恋爱的感觉啦！来来来来，我们来打个分数好了。打个分数。啊，女生先给，背对背。满分是10分，好不好？你用比的就好了。完全符合我的。完全符合。好。可以啊。都可以啊。几分？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完全符合，很好。哇哇，你完全符合他喜欢的类型，我觉得很棒， amazing amazing。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？10分，非常好。10分。Why？ 为什么？太漂亮了，很漂亮，太 sexy 了。你喜欢性感的？我喜欢性感的。他最在意的是他的眉毛，他有最有自信的地方。真的哦，睫毛睫毛真的很长，好好在意，很棒哦。我们现在啊，你看他给你几分吗？他给你10分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互动哦，来，有请的互动 ，Go！ 好冷，好冷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温暖。拥抱10秒，拥抱。
看哦。OK， 我要去拍第二集。OK， 你真的单身吗？真的单身。可以可以。对，是这样。真的单身啊？哎，没有。我要约一下。好。约一下，好吧。